Hello，今天呢天气又非常的好，所以呢今天我们又要去和阿姨插秧去了。我们家是明天才开始插的，现在要过去和她吃饭。大宝已经走前面了，宝贝走好一点呢，别摔了。该走的我碰到妈来哇，哎。那个咋？上不活的在哪来着？就打款了？就打款了。还给钱？塞大，塞大哥哥呢？哎，这个卖不烂啊！刚刚豆腐好吃呢，刚刚地都拿来给我。什么？哪里？三在啦，等我把我媳妇熬在奶奶吃饭。奶奶干了，黑干了，奶奶干。哎，还不服哎？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他给俺的妈妈那个干的，那，还有那么，那叫你干，给俺做那。讲啊！你这个讲。哦，马上就摘完了，今天人也挺多的，就摘了3斤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摘好了，用了差不多2-3个小时的时间就摘好了。哎，现在我们要去吃下午饭。哎，哦，都是好吃的，就是酸汤鱼、鸡肉。早饭啊，吃饭了，大家你吃饭了没？那我们在外边呀。哎，老子干了呗。不拉啊！在修建刚到南呢。这是拉。哦，你种的不行。这很难，好好弄一下。钱。那么热一下，那么搞笑嘛？哪个在做脚啊？没。啊？来一条脚环。来条脚环，买条脚的了。好嘞。来一条。那后头走不走去上午了？嗯。我早上去做点什么，他也没来，哎呀。